大家都在同一个等阶，为何萧炎身边的人却能做到一打三呢？在萧炎逆袭的路上，不管对手有多强，境界有多高，萧炎基本都可以做到无视。跨阶对战已经成为萧炎的拿手好戏。虽然有着主角光环加成的缘故，但萧炎自身的实力与机遇也是他跨阶的资本。而除了萧炎之外，就连他身边的人也是强到离谱，不说能够跨阶挑战，也都是能够一打三的存在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无论是萧炎身边的药老，还是美杜莎这个女王，亦或是紫炎、小医仙、青灵等人，他们都是萧炎的得力助手。萧炎之所以能够崛起，他们可是功不可没。虽然他们不是主角，但他们各自都有逆天之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像恶难毒体、碧蛇三花瞳、太虚古龙，哪一个都让萧炎羡慕。尤其是小医仙与青灵，都不需要怎么修炼，境界都会直线飙升，让萧炎都是自愧不如。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身份，才能够凸显出自身实力的强悍，在同阶中基本无敌。不过他们也算是萧炎的外挂，不然萧炎也不可能走到最后。对此大家怎么看？